对了，夫人，是讲你哪会把兄的故事套在你家己的身上啊？因为，夫人，你敢是因为进前受到创伤伤大，所以直到今麦，搁有你的心魔在甲你折磨？我看万丹甲你笑眯眯，亲像这种亲情，搁专业红事。我是感觉你的过去是安怎，对你来讲并不是真重要呢。你莫替我下结论，回天或者是一出戏是你挑工编的，要演给我看的。真正冤枉的，我安尼做，我有什么用意？我挑拨你刺激，对我什么好处？我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用意。你扛在老家，我倒在老当的，你莫名其妙叫我回关。不过我真正是真不管，谁那五年前落汤还无认出我？你到底是谁那要用这出戏引起我的好奇？夫人，你即摆是，甲你当作你是定位官啊哟？这哪可能啊？阿哥换阿嫂，细姨换大母，这世界上哪有可能有这么含的代志？你别跟我白讲啊啦，你。啊！你一直要问我，即马阁叫我妈有白讲，我真正规人哦，你不管，唉，好啦，煞煞去啦。为着我知影代志啊，我拄则拢照实讲予你知影。所以夫人，你的疑问啊，可能都爱你家己去找答案哦。该安怎讲啊？人生就是家己做主角的戏出嘛，看你是要选择家己来掌控。还是要别人甲你操弄，还是选择要查出真相，看清你迂回曲折的人生，还是讲你特别安尼戆戆过日子，将来看夫人，你个人的选择啊。陈忠信是你暗示我，一定是你暗示我啥？陈忠信啊！你是对我妈要白讲啥？谁在伊面手这样歹看？妈，伊欺负你甚？哎，我哪敢欺负万夫人啦？是五月讲啊，拄只迄个舞台剧的戏出是我编的，我甲伊解释，伊拢唔肯相信。哎，是讲你即马来拄好啦，你好我甲你考考，日子哦好好过，唔通甲你出侪麻烦啦。对。想要家己啊，改变于人生这出已经 NG 的剧本啊！好啦，无代志我先来。所来，只要等，我就能看到我想要看到的血流成河。我想讲，阿伯丈。我就无参加我先代休困，真要你继续留落来替妈参加活动，啊那无，咱对丁当夫人歹势啦。啊，等者，我就叫米可来接你回去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你妈，我陪你来叫车。免啦，阿婆娘的表演就要开始啊，你紧去吼。你一个人真要不要紧啊？不要紧，紧去。好啦，那你妈，你落去较细些啊。好在。夫人，你的报告。多谢你。真正要拍回这张报告，那是我跟前娘 DNA 检验结果真正无符合，那呢，我是要哪面对我以后的人生？我到底是要用什么身份来面对我今麦认定的亲人？
头是你惊啥？咱头是恁硬讲啊！我是丁文冠的推论，嘛是凶悍嘛。我看到伊演的戏，又感觉就熟悉，一定是因为我失去记忆，所以我会胡乱想。我若是无看见报告，我若是无去面对，那呢？我的永远看到我样的亏欠，我心内永远的怀疑。剧情真正是有够含的啦！伊搬到哦，袂选那干妈当当年出车祸失去细汉查某囝的剧情是一模一样呢。袂选那是咧搬到搬同款，啊！不过故事后来走向都无啥同款啊。迄个妈妈哦，过身去啊，啊！伊迄个细汉查某囝讲去用抛弃啊。前有讲的故事，敢有遐尼惊人？你等下啊，妈，我等下就困啊。我看恁爸仔囝开工啊，遐尼欢喜，所以唔敢甲恁叫了。妈，你有较轻松无啊？我回来了后看无你的人，而且卡你的电话哦，嘛拢无人接咧。我咧约讲你是毋是看医生啦？啊，你有去无？啊，医生甲我讲安怎？你的头壳讲是啥物状况啊？啊，无代志啦。啊，你精神没哦，困无好。我去 SPA 休困者，人就去较爽快啊。哦，安尼也好啊，妈，我有准五宝茶哦，我来摕俾你。刚才问的事情要不要回答呢？刚才静瑶说的那个故事，现在让你惊到连杯子都提不稳了。大力的，你敢有叫故事的流量惊到？一开始有啊，用本书家己故事在台顶播，啊，不过静瑶是讲到落尾结局无同的时阵，你才惊到的啊。所以我才感觉是奇怪。我陪伴啊，无提好是因为留手啦，唔是因为惊掉。但我当真会知人，然后可能因为一个故事，都去惊掉。点到是你啦，啊你哪会甲这出舞台剧动真啊？因为这舞台剧是陈中生赞助的。阿妈，迄天生熬鼻芳的这个天分。哪会从安尼就无去啊？啊！你妈是去伤着皮皮的神经啦。
伤着，那你就表示有机会复原。我要赶紧找一个时间去找主治医师，看是不是有机会把我失去的天分找倒转来。苏文啊，啊跟脑神经有关系的状况哦，不是遐尼简单就当解决的。今麦你去开脑一届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同意哦，遐伤冒险啊啦。虽然讲哦，这个、天分真珍贵啦。啊，不过就真讲无去啊！啊，这几年来你嘛是过得真好啊，一点仔都袂去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，你都袂搁伫遐想起来有诶无诶啦。那无影响，我看到这几年来，你为了替我找 Rose 十一上重要的身份，费尽一切的心思，搁找到心肝火刀，我说一点仔都无法多斗三工，你敢知我的心内有偌艰苦？他亲友不是已经替咱找着啊？啊，即马调帮米的师傅嘛开始动作调节啊，安尼唔就好啊？恁阿都一定安尼正有教的。就是因为静哥即马嘛家里爱护你啊，我希望阮母仔会当联手，重新个爱护你，会当徛起来。你甲想看卖嘛？一个国际性的香水公司，有一个顶级的调香师已经真厉害啊，卡苏哪会当有两个？一定撼动整个香氛界啊！哦，哎，听起来我赞成妈讲的嘞。虽然我刚刚哦，会当有这个嗅香的能力，感觉足幸运的。哎呀，不过我嘛定定感觉我足孤单的，因为特别来闻到一挂特殊的香味的时阵啊，拢无法度甲其他的人分享。卡叔讲啊，妈这嗅香的天分若是会当恢复，那呢以后在嗅香路上，我就袂感觉孤单，有人会当做伴啊。安尼我一定感觉足幸福诶。嗯，静瑶，你嘛支持妈去看医生？当然嘛支持啊。杨哥哦，爱安全第一咯。我根本赢都赢呢。啊，不得行不得行！我跟静瑶刚刚好好，你看你还派什么臭虾？因为选定家伙，你已经放袂记啊。也不过算是我一世人永远拢无法度解脱的恶梦啊。我无想要搁想着，嘛无想要冒着失去你的风险，安尼讲你有了解无？我就是唔甘看你一个人痛苦，所以我想要借看以前的机会，把失去的天分找倒转来。我想说，把过去失去的记忆找倒来啊！啊，你想啥物唔对？就因为你无想要面对过去，所以你阻挡我把过去找倒转来，这到底是啥物道理啊？过去都好过去啊，你要把找倒有啥物意义啊？咱这晚的感情好，当然有意义啊！我想要想起来，咱为熟悉甲小姨的所有的经过，我想要想起来，心仪做红颜的时阵，所有一切，我想要想起来，生命的成长过程，啊，搁有，想到我出车祸以后，我过一点仔都袂清，甲我这拢无意义。啊，那最好。赶快搁失败，你唔是搁个死梦？小魔我已经试过啊！我讲不准就不准！外朝人，这是我的人生，还是你的人生？你想要不看着我的人生？爸爸，你别个玩了好不？我看你来，我就惊。静瑶，起来哈！爸跟妈不应该在面头前冤家，你别惊哦，别惊。静瑶，现在给你遐个条件，哈，我袂够玩啊，哈。到底陈忠信点到这条线索是要创啥呢？看来苏我应该只是小可受着淡薄影响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将伊安奈好，那无代志都麻烦了。